这是啥玩意儿？我都不知道，我感觉就跟那个屎一样的。这是啥玩意儿？我都不知道，我感觉就跟那个屎一样的。哎，非常，太恶心了。这个擦一下，颜色特别深啊，蓝色很明显，那就肯定是染过色的。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一家，这家是超市的，啊，颜色也是比较深，从差不多也就一年左右开始吧，已经陆续开始买不到没有染色的葱了，这也是科技改变生活。葱呢已经都买回来了，分别是一家菜场，然后三家超市。从颜色上看呢，这三家颜色偏深，啊，染色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这个颜色浅一点，染色的可能性小一点。我分别准备了四张纸巾，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。这个擦一下，颜色特别深啊，蓝色很明显，那就肯定是染过色的。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一件。这家是超市的，啊，颜色也是比较深，这个颜色稍微浅一点，但是也是有蓝色的，这个颜色比较浅啊，这个应该是没有染过色的，但是这家超市买的，我之前在他们家也买过，是染过色的，染色的基本上是用的一种叫蓝矾啊，主要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作用，还有一个就是看起来颜色很新鲜，从差不多也就一年左右开始吧，在我们家附近的超市也好，菜场也好，已经陆续开始买不到没有染色的葱了，这也是科技改变生活啊，让我们城里人吃到的葱都是科技染色的。